53岁嘅林晓峰曾经系古惑仔电影系列嘅铁脚，近年跟随陈小春、谢天华等好友北上揾食，凭大湾仔系列爆红，成为人气艺人。近日林晓峰在沈阳故宫博物馆出现，当日他穿上又厚又重的大衣，头戴蓝帽，但都有不少人认出他并找他合照，网民大赞他贴地，毫无明星价值，又指他保养得意，外貌只是似30几岁出头，不过都有不少网民惊讶他原来这么受欢迎。